你们可气人的事儿了。的恒星是那颗，每一分每一秒，谢谢政府的在寻找，黄了，不知道为啥这么红啊。一生的依靠，黄啊，黄咋整啊？唱着那古老的歌谣，那我调一调。动人的旋律，哎呀，问题老气人了。这一次遇见你，注定今生无处可逃。我的爱是个。直播你整的我都不知道我干啥了，就搁我跟前，你说我吃不吃的？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一会儿给你唱东北东北啊，谢谢正哥。那我吃了啊。都给我饿死了，完了他还不送。不要，我是真饿了，完了就干等他不来。这有没有皮儿啊？都凉了。
好吃。我只能吃，我夹不着手。就和尚哥，本来我都不想吃的。和尚哥搁国外发了一堆照片，妈呀，这玩意儿咋拍的啊？给我整饿了，饿了我就订餐了，订餐了完了，这就干等他不来呀，这给我等的，够吃了。我都提前订将近一个多小时了。美食主播被查了。别笑话我，我饿了。主要是现在就有点凉了，不好吃。再来点啤酒。加点耗子药，你咋不加点耗子药呢？凉了都，他得赌博多半天吃。哎，我可以当美食主播呀，吴东，你可以考虑一下，能吃还能唱，指定比一般的那个美食主播搞得要好。会炒菜吗？会呀，啥都会。欢迎张总哥，谢谢周末。我现在已经改了，不唱歌了，改美食主播了。要我。没有。我是美食主播。文明吃，素质看。谢谢谢谢张鹏。你不是减肥吗？我吃饱了再减。
直播内容，直播内容，美食主播。嚯，这吃相，我一直都差不多都这么吃了。谢谢肖哥。不是啊，他是我怕他凉了。凉了不好了都。谢谢肖哥。这个时候应该刷什么？啤酒。没事儿啊，擦真照了。谢和尚哥。我已经很了你了，你没有看见我吃六个。吃六个那个汉披萨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看我吃六个披萨是那视频。谢谢和尚哥，六个披萨是一个披萨切六个，还是八个呀？去的吗？谢饿狼传说，缘分让我认识了你，从此我就爱上你，朝朝暮暮想的全是你，时刻把你记在我心里，谁是终于放下所有却放不下你，好香啊。我是一个美食主播。跟别的美食主播不一样。吃完了给你们唱歌啊。讲就是下边这个红钻，时时刻刻把你记心里，只想听到你的声音，声音我那么的着迷，放下所有却中完红钻就不算中奖了，因为你就是中奖好几千块，好几千块钱呢。我发现我要吃两个小时得啥样呢？能不能不坑我？去向你的心愿一生陪你，你就是我
东西好像整人气候。这葫芦喝还有不过去再喝太多了。这人是亚哥，我买了80块钱的10个鸡翅，一个超级汉堡，还有一个薯条。还有这玩意儿我不知道是啥，一会儿再吃。你知道吧？嗯。你们饿了没？
你说给我这个番茄酱有啥用？这儿沾一下，那儿沾一下，耽误事。谢和尚哥。我有吃半个小时吗？喵！我是一个美食主播。
这窗外的飘雪，我休息一下。回到我们曾经的世界，我们在雪中追逐嬉戏，穿穿脚印在飞越心田。你看我手胖成什么样了，都连气儿吹也得使了。完成任务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不用操心我呀，你就不搁家我也乐不着。我就是衣服买的。脖子上有啥鸡皮呀、啊？这杯可乐不能喝，喝那玩意儿就老在唱歌的时候都嘎嘣了。喝、啊，吃走个国王。我估计他饿了，他去吃饭了。望着窗外的飘雪，回到我们曾经的世界，我们在雪中追逐嬉戏，转转脚印在飞越心田，是那个飘雪的冬天，你和我挥手说刚才没感觉饱，现在感觉抽搐了。该打嗝了，去去去，别咒我。没问题，我先来一首，你唱歌能不能吐了？这种感觉到来的不可思议，没有雨夜的风铃，没有星星的夜里，
TEF。这回有劲儿了。No!